希望这一班青年的热火，深州学青啊，这一班青年的面孔呢，可能在我们的教会堂区里面啊，有点陌生啊，比较少看到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呢，都在中英小学哈、啊。我们希望啊，来年这一年里面呢，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看到他们，甚至啊，协助他们，关爱他们。